来，现场的尖叫声够大，阿伟才坐得起来哦。你们数几下就他就可以坐几下哦。哎，真的给我腾空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棒，阿伟。你觉得啊？进步了，进步了！哇，太了不起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我这方面的才艺呢，我最后是传承给小玉。小玉是我可以做我。小玉其实他已经练到可以做到威严的部分了，他是刚好他也剪掉了，对，他这个也剪掉了，而且还怕人家不知道他是崩开的。你看他崩下来的痕迹。今天我们主题是跑步了，跑步，是跑步，是跑步，不是健身，是跑最后一棒，是不是？要跑这里跑这什么东西？所以算了吧，好吧，就不要做了。算了算了，放过他，放过他。就怕你真的就做完之后，后面的歌就不用唱了。对，其实我。